告诉我时间地点。明天8点，察局门口。你能信守诺言吗？我会信守承诺。我需要你。 陈展豪，这是逼兰心如用自己来交换他父亲。我担心他承受不了这份压力。他真的要是站出来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他不会这么天真吧？兰心如只是个医生，社会经历很少，特别是跟警察打交道，他没有经历过。在他的领域里，他是个专家，可是，一旦走向社会，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。 我担心呐，他会落入圈套。那怎么办？阻止他。刘天书当然明白陈占豪的用意，同时他也了解兰心如。以兰心如敢作敢当的性格，他极有可能用自己去交换父亲。 刘天书必须全力阻止。名单就在这个盒子里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一个叫金成彪的人。 把名单交给他，让他交给黄卫军。兰兰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不行，金成彪可能现在在警察局，所以你得等待一段时间。兰兰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我会的。 昨晚上没休息好吧？头疼了一晚上。 兰兰，不要上当，回去，回去。
上车开走，快快，韩医生上车。谁他妈开的枪？蓝医生，快！快！快撤！兰兰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要难过了。我和老周也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他遭遇这样的横祸，我也心痛。但是难过是没有用的，不能苦害了身体。老周的血不会白流，明天我就联合各名主人士向政府上书，我就不信这个国家就没有王法了。兰兰，名单还在你手里，特务们肯定还要找你，你必须走。我在北平给你联系一个老朋友，他们那里需要医生。啊，这笔钱你带上，车票我也给你买好了，你今天晚上就上车。周红初只是个学者，他陈振豪怎么能这么干？他这是滥杀无辜，真想不明白。按说蓝心如当时已经出现，他们就不应该开枪杀周红初。可能是因为周红初想让蓝心如快跑，陈振豪想阻止他说话。那也不能开枪杀人，那就是陈振豪的手下在情急之中开的枪。这是借口。不管怎么说，陈振豪又给自己写下了罪恶的一笔，这笔账我们要跟他算。电告瑞金，发动舆论攻势，谴责国民党滥杀无辜。是。技术科对周红初的伤口进行了弹道分析，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子弹是从对面楼上打过来的，不是我们的人开的枪。对面楼上？那会是谁啊？是哪个红脸开的枪？既然不是我们干的，那问题就不大。放屁！不管是谁干的，我们都脱离不了干系。你们知道吗？打死周红初会让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，南京方面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今天的报纸，喂，队长，来这个坐起来。这是今天的报纸。队长，我刚才收听武汉的电台，武汉的学生开始游行了。郝处长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到底谁杀的他？你为什么要杀周红初？当初逮捕他，你为什么不惩治我？你损害了党国的利益，党国的脸面都被你丢尽。南京的学生已经到总统府去静坐，要求和蒋总司令直接对话。
蒋总司令责成我马上处理此事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你干这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怎么不这么不成熟，做事不讲章法，自己干的事自己去面对，你要干不好的话你就别干了，等着我撤你的职吧。处长。队长，这外边来了好多记者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有什么问题提啊，不要往前凶。请问周红珠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枪杀一个文化学者？通过这件事儿，是否可以看出贵党独断专行的作风丝毫没有改善，反而还有变本加厉之势？贵党一向主张民主自由，请问周红珠惨案体现了贵党怎样的民主？周先生死了，我们也很难过，这完全是我们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有病人吗？我马上安排。往哪儿去啊？快送急诊室。走。今天哪位医生值班？何医生，还是你去吧。可是他……啊，不管什么人，到了医院就是我们的病人，我们就有救死扶伤的义务。快去吧。送急诊室。醒了，队长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可真是把我们给吓坏了！你刚才啊突然晕倒了，我们把你送到了医院。这位是何医生，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是他抢救的你。谢谢。不必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刚刚给你做了一些检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估计是激活攻心才会晕倒的，自己多注意休息。辛苦了，谢谢你。不必了。队长，这一段啊，也确实够辛苦的了，借这个机会缓口气。枪杀周红珠刺客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。问问报纸上怎么说呀？南京方面已经下达了通知，说是与周轰出有关的消息一律不准刊登，谁要是擅自刊登的话马上查处。人的嘴是挡不住的。郝处长呢？郝处长回南京去了。其实郝处长冲您发火，他也是出于无奈，
他知道你的苦衷。他说了，南京方面由他去通融，他还特意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好好的休息。就是，您养好身体最重要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住院的事情先别告诉静娟，我把她知道了一清一楚的。关于刺客的事情，一定要抓紧查。是。行了，你们先去吧。这一次啊，咱们把警察局可搞得狼狈不堪，他陈战豪当场晕倒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有没有蓝心如的消息？我动用了所有的力量，包括进步群众，甚至部分帮派，全力以赴地寻找他，但是都没有任何的线索。我在医院啊，通过几个医生了解到一点蓝心如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有一个女护士跟我讲，刘天书和蓝心如两个人谈过朋友。不会吧，我从来没听刘天书提过呀。也许他们不是谈朋友，但是刘天书后来到了同康医院，他那段时间和蓝心如可是同事，他知道我们在找蓝心如，却从来没有提过。那刘天书知道我们在找蓝心如，他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呢？我也在分析这个问题，即便是这里边涉及到他的个人隐私，但当时情况那么危险，刘天书也应该向组织上讲出来。你想办法从侧面再了解一下这个刘天书。好。另外我打听到蓝心如有一个儿子叫天天，是他的心头肉，在他决定进入警察局之前，孩子就被家里的保姆带走了。被保姆带走，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不清楚。这个消息太重要了，查查这孩子的去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两天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怎么才能找到共产党？现在我在暗处，共产党也在暗处，我要找到他们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后来我就问我自己，我说，现在最想找共产党的是谁？除了我，还有谁会有可能有共产党的线索？我想到了一个人。陈战豪，也许我可以通过陈战豪得到共产党的线索。这怎么行？是有些冒险，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。你想通过谁接近陈战豪？你还记得向秀娟吗？哦，你是说跟你一起学过美术的那个小姑娘？她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她现在也是陈战豪的女朋友。我想通过她了解到陈战豪的动向。这肯定不行，他们是恋人关系，谁轻谁重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想试试。他值得你相信吗？太冒险了。喂，是秀娟吗？李老师，怎么是您啊？您怎么知道我的电话？我听同学们说的。是这样，秀娟呐，今天是我60岁的生日，同学们都想聚聚，也请你一块儿来参加。
你要过六十大寿？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李教授吧。哎呀，是秀娟了。哎呦，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啊。好久不见了。怎么样，结婚了吗？咱们不提这个了吧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。来的比较匆忙，带了一点薄礼。你看你还这么客气，能见着你是我最高兴的事儿。哎，其他同学呢？啊，不忙不忙。秀娟啊，今天请你来有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有个老同学想见你一面。刚刚接到上级电报，让咱们继续抓紧时间寻找冰丹。又在催我，真是没有办法了，一切又回到原点了。现在的情况比回到原点更糟糕了。当初我们起码知道名单就在警察局，现在蓝心如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那接下来咱怎么办？找，一天找不到蓝心如，我们一天不能放弃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。嗯，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刘天书最近去过三次醉春园。他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有工作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为了他的安全，我一直没让他动。他有什么工作可做？也许他有关于蓝心如的什么消息。那他也得向组织汇报吧。这样，你抓紧时间跑一趟醉春楼，找那个女老板摸摸情况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是我让他找的你，心如，你都快把我吓死了。我听说你把佛像里的名单给拿走了，你不是说你不是共产党吗？我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只是在帮他们做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罢了，正确的事情。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上海都在议论你？郑伯伯他。我心里也特别难过，我真的没想到战后他会这么做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不要记恨。战后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，我好几天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了。秀娟，我必须把这份名单交到共产党手里，但是我没有共产党的任何消息。我想过了，我唯一能够找到共产党的方法就是通过陈战豪。你还想？
你想让我帮你？对，不行，秀娟帮我，我办不到。秀娟，金龙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不是你，你能做的事我做不到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伟大。我跟张浩已经谈了很多年恋爱了，如果我真的这么做，那我太对不起他了。而且我弟弟，我真的离不开他。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。秀娟，秀娟，我必须把这份名单送到共产党的手里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我没有退路了，现在。你知道这十八个人如果落在陈占豪的手里会是什么结局吗？是十八条人命，秀娟，你知道吗？是你可能是对不起陈占豪，但你对不起的仅仅是一个人。可是十八个人呢？他们也有父母兄弟，他们也有妻子儿女。我不能让他们死在我的手里，我做不到。星罗，为了这十八个人，你父亲已经死了。你清醒清醒吧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现在不但整个警察局，我就连几个帮会的弟兄们都动员起来了，可就是见了鬼了，蓝心如一点踪影都没有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，迟早他会出来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这个金成彪咱们也不能老关着呀，他毕竟在上海有一些老关系，托人来求情的不少，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？你的意思呢？队长，你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。其实现在啊，上上下下都一样，我们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金成彪这件事儿，估计背后有人使了银子。这使银子的，没准还是共产党呢。你想，金成彪为蓝心如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共产党能视而不见？当然了，这也没什么证据，我只是顺口这么一说。现在这年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。您要是太较真儿的话，恐怕会影响到您的仕途。杨松林这件事儿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？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放了？金成彪并非存心跟咱们作对，蓝心如救了他的命，他就是一报还一报。江湖中人就是讲究个义气，更不是什么共产党了。兴许把他放出去会比关起来更有用处。行，你找个理由把他放了，这件事你亲自去办。是，那我现在就去了。罪受够了吧？你私通共党，本来是应该砍脑袋的。我们队长念你是初犯，放你一马。
现在法院已经批人来了，估计判你个一年半载的，出几号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走吧。小丽，太巧了！巧什么巧啊？这是我们医院呢，你怎么又来了呀你？哎呦，我这次不是特意来看你的。又瞄上谁了？什么叫又瞄上谁了？我来看我们队长呢。看他呀，马屁精！哎呀，什么叫马屁精啊？你这是，我发现你这说话，我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我们队长。他你也崇拜？哎，老人都会去杀，还成了英雄了。他要真有本事，真枪实弹跟共产党干一把呀，我让他也没这个胆。哎，行，我得说跟多少人解释啊？我跟你说，周红初那不是我们警察局人杀的，那是别人开的枪。跟谁急啊？我不管是谁，反正他是死在你们警察局大门口的，你们那个陈队长也脱不了关系。再说了，如果你们警察不把他抓起来，他会死吗？你还跟我急？别生气了，劲儿还挺大。来，你小点声。我们队长农村来的弟弟在这儿呢。哟，他还有弟弟啊？我以为他全家人都死了。干嘛呀你？你这说你还来劲儿呢？现在你怎么说话那么损呢？都损怎么了？你别听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医生，我早毒死他。幸亏他是个医生。哥，俺打了几封信给你，你咋总是不回呢？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你看我现在都这个样子，我哪有时间回信呢？那些报纸家里人都看了，你捅了这么大个娄子怎么收场啊？我这次来还有别的事儿，咱村那个王保长给你提了门亲。怎么又是提亲的事儿？我跟你说了，我的婚事不让他们管。哎呀，哥，姑娘是赵家村的，上过三年私塾，琴棋书画都很精通。他那三村今年可是全村表现了，别说了。哥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何医生，帮我签一个字。嗯，好的。哥，人家可不比咱差。你虽说是在这大上海，可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他们家可有1200亩良田，3000多亩山林，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你要看上人家，你娶她。你这话咋说的呢？咱娘那是为你操心才让我来一趟。我可跟你说，老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是女方的照片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上海呢有个女朋友，都跟了我好几年了。你说我要这么做的话，我怎么能对得起人家呢？哥，咱娘。咱娘怎么了？快说，娘怎么了？咱娘她喉咙里头长了个东西。比鸡蛋还大，连一粒米都咽不下。郎中说怕大事没有几天时间了，有什么不早说呢？他有什么问题你带上海来看吗？我早就想带他来，家里人也这么说，可咱娘硬压着不让你来。咱娘说你是干大事的，他的命不值钱，怕影响了你的前途。咱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和赵家姑娘成亲，这样他也就能闭上眼了。三娘这次让我来，把你们结婚登记的文书都带来了，一式两份。
会进来的。来呀来呀，上来上来嘛。那个、大爷来了来了。哟，先生，进来玩玩吧，我们这姑娘呀，各进各的，进来先吃。穷不穷？李老板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找谁呀、啊，先生？找你老板娘。哎，管管。哎，来来来来呀，上来呀。李老板，我今天来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您随便问。这个人，你看你见过吗？你认识他？你们找他干什么呀？好，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是问问。啊，这个人呢，是到过我们这儿。我们这儿有个姑娘呀、啊，跟他是老乡，两个人在上海碰着了，来叙叙旧啊。哦，那个姑娘呢？走了，他给了一笔钱，让那姑娘从良了。你看看，他倒是办了件好事儿，我这儿可少了一棵摇钱树。真是。那行，李老板，您忙着，我先告辞了。没事常来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嗯，天叔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那天来醉春楼的两个共产党，其中的一个今天又来了，向我打听你呢。说什么？他们说你是不是来过醉春楼？我说你来看一个老乡，就把他们打发走了。天叔，别再玩了啊、哦！你这样下去会丢命的。嗯。天叔，听姐的话。跟姐回家，跟姐回家种地去啊！好。天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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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，弟弟呢？怎么走了？怎么走的这么急啊？我这还没尽到地主之谊呢。你娘的，我不行了。